台北市观船局长简于晏与郭雪湖基金会代表郭松年共同为画中台北大稻埕少年郭雪湖特展揭幕，让所有人透过日治时期知名画家郭雪湖一系列的作品，重温大稻埕的往日风华。可以从画中反映到旧时的台北那么一个繁华的这个景象。在台北市观船局大力协助下，筹备一年多的郭雪湖特展终于在北市府探索馆开幕，从老照片、15幅刻画作以及特别制作的精彩短片，带领参观者穿越时光隧道，回到早期大稻埕人文荟萃、商业鼎盛的繁华年代。展出郭雪湖的几个著名的画作，那并在大厅悬挂你所看到的巨幅的南街鹰阵，那尤其是由郭大哥所策划的郭雪湖一生的整个的动画，还有他的画里面哦会出现一些比方鸟的飞啊，以及在走动的人物，象征的是整个时代哦。大稻埕少年郭雪湖特展自即日起展出至明年2月28日，10月31号前，每天前100名参观者都能获得精美礼品。10月下旬还预计推出郭雪湖画作的悠游卡，让民众能将画作随时带在身边，增添艺术气息。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郭泽铭采访。